大家好，我是吴姐，我跟我的女朋友小红被关起来了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偷吃了隔壁王叔叔的辣条，就被他关到他家别墅了，现在得想个办法逃出去才行呀，不然他准备饿死我俩。眼前有四种选择，分别是脚丫子开门、飞毛腿跑路、原地不动，还有装死。以上三种我感觉都不靠谱，唯一感觉靠谱的应该就是装死了，因为只要你死了，他肯定会把你丢出去，这样不用逃跑就可以回家了呀。嘿嘿嘿，我真是个小天才呀。事不宜迟，让我们装死。我死了。咋还用脚踩上我脑瓜子了呢？这也太不尊重尸体了吧！不管了，能逃出去就行呀。他貌似在问老板怎么处理我，好像是要给我丢出去。哈哈哈哈，果然被我猜对了。想想马上就能回家了，真的是好激动的呢。嘿嘿，丢我，丢我，丢我呀，丢呀！啊！我让你丢，并没有让你扔呀，你咋这样呢？算了算了，不跟他计较，我们继续回来另辟蹊径，装死肯定是不行的了。来试试我的臭脚丫子开门吧。嘿，勾上。Nice， 上来再解开手上的枷锁。好，现在又出现了两种选择，分别是向左直接逃跑，向右带上女朋友逃跑。我当然会选择向左直接逃跑了，女朋友可以再找吗？嘿嘿嘿。哦，逃出来了，不过前面有两个侍卫在守着，看来得想个法子躲过他俩的视线才行呀。眼下给了我四种道具，其中有两个我不知道叫啥的东西，还有两个分别是臭屁蛋以及飞毛腿。我先选飞毛腿吧，以闪电侠的速度跑出去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我。嘿嘿嘿，三二一，冲！哎，我是老六，好像有个东西嗖的一下就过去了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也感觉到了，不会是偷辣条那小子跑了吧，老板？没事的，老六，放个激光扫一下就好了，啥都跑不了，看我的！你俩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没关系，我还有别的道具，不跟你俩计较。这次就用臭屁蛋吧，看看丢在他俩中间蹦个臭屁，这俩货会出现什么反应？哈哈哈 ！Find home。好臭呀，老八，没事你放那么臭的气干嘛呀？什么我放的？这么臭，明明是你放的，我都听到了。啥玩意？我放的，是你放的好不好？你再说一遍，明明是你放的，为什么要赖在我头上？就是你放的，我放你妹呀！我打死你，让你诬赖人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俩货明明是我放的吧？还打起来了！走了，不跟你俩玩喽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总算是跑出来了。不过我得从上面的通风管道进屋才行。要想进屋，得先上房盖，还得躲过守卫。这次给了我三样道具，分别是钩锁、弹簧，还有腰马合一弹跳的技能。这三样我肯定选钩锁呀，方便快捷，简单省事，没噪音。就你了，钩上。